演员阮经天与徐伟宁交往长达八年，为演艺圈著名的银色情侣，三月底却经传分手。近日有消息指出，他在交往时曾劈腿大陆已婚的 H 女星，消息一出让外界相当震惊。21日又被爆出对方已经和老公协议离婚，碍于形象和孩子，决定两年后再公布离婚消息。阮经天过去曾多次被曝偷吃，却都严正否认。近日传出与徐伟宁分手前，他劈腿大陆一名有家室的 H 女星，结果被对方的老公抓包，让女友一气之下决定分手。对此，他18日晚间受访时表示，这个传闻太扯，而被问到未来会不会复合，他则语带保留说，这没有办法回答你。此外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该名 H 女星有不少的出轨前科，多次与同剧男星假戏真做，他也没有因此顾忌，之前甚至和一名大陆的名导演合作而传出绯闻，等到被老公发现后，夫妻俩大吵一架决定分手，但是两人协议要等到两年后再发布离婚消息，并将自己的一半收入给前夫当作补偿。演员阮经天与徐伟宁交往长达八年，为演艺圈著名的银色情侣，三月底却经传分手。近日有消息指出，他在交往时曾劈腿大陆已婚的 H 女星，消息一出让外界相当震惊。21日又被爆出对方已经和老公协议离婚，碍于形象和孩子，决定两年后再公布离婚消息。阮经天过去曾多次被曝偷吃，却都严正否认。近日传出与徐伟宁分手前，他劈腿大陆一名有家室的 H 女星，结果被对方的老公抓包，让女友一气之下决定分手。对此，他18日晚间受访时表示，这个传闻太扯，而被问到未来会不会复合，他则语带保留说，这没有办法回答你。此外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该名 H 女星有不少的出轨前科，多次与同剧男星假戏真做，他也没有因此顾忌，之前甚至和一名大陆的名导演合作而传出绯闻，等到被老公发现后，夫妻俩大吵一架决定分手，但是两人协议要等到两年后再发布离婚消息，并将自己的一半收入给前夫当作补偿。